你要是骂我、说我、叫我滚都好，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吧？我做错了什么，我可以改啊。哼，你真的不用改了。犯这种错误，三年内任何相关领域的公司都不会录用你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就睡了个觉，怎么全世界都……看，我一直以为你只是太单纯，没想到你真是没脑子。要不是早上申普的总监亲自打电话来，我都不知道你竟然把两家公司的合同发错了。现在申普问我为什么给他的价格比给大为的高5个点，准备取消订单。你知不知道一件板上钉钉的生意都被你搞砸了，都是因为你。你告诉我，如果你是我，你该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赵总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，这一切都自己负责。大家都听着，策划一组和二组检查一下以前做过的项目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重新推进的。市场部联系广告商，看看有没有可能追加 APP 的广告投放。以前回绝过的也联系一下。公关组在网上发一个众筹的活动，开始吧。Lucy， 你马上联系一下律师，然后让他再看一看合同。其他人，3分钟以后到会议室开会。你好，吴总监。是这样，对于本公司工作人员的失误，我向您道歉。道歉有用吗？我倒是要感谢那位失误的员工，让我们知道了你们毫无诚意的欺骗行为。我们已经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，再见。喂喂喂，喂，邱老板。对对对对，你听我说，这是一个误会，我马上去登门解释，马上。谢谢。又被开除了？你这是三进三出啊！我怎么发现你们老板有开除人的癖好呢？哎呀，我真的是太糊涂了，我居然把公司单大生意搞砸了，我真笨死了我！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啊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要不你乖乖去我那儿当你的老板娘吧。我原来觉得对麦薇没什么感情，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工作，对得起这份工资。而且我很讨厌赵丹桥，我讨厌他不可一世、冷酷无情。但我知道要走的时候，我有10000个不舍得。我觉得忙忙碌碌的感觉挺好的，就算是换桶水、买杯咖啡，都是一种幸福。现在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。
我觉得我好像被他们都抛弃了，而且我对赵丹桥也没有那么讨厌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越来越像我的树洞先生了。不会吧？我以前没发现你有受虐的倾向啊。我觉得问题很严重，我必须救你于水火。跟我走。干嘛？走啊！去哪儿？我指挥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到底带我去哪儿啊？跟我走就对了。现在还有心情谈情说爱，心可真够大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老板什么时候回来？抱歉，我不知道。